Hello，各位老师，大家晚安。好，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在这个时间点哦，能够跟大家分享 OneNote 的影片教材部分。那请问一下大家，这样声音跟视讯的部分 OK 吗？没问题，好。OK。好，谢谢大家，谢谢。来，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刚刚我也在关心那个球赛的部分哦，今天强蹦到球后的，所以不好意思耽误大家的这个 看球赛的时间哦。那如果呢，老师您还没有就是那个 OneNote 账号的哦，您可以先到 OneNote 的网站先注册一个账号。那么我们今天的简报网址也在下面这一边，也在下面这里，所以您可以就是先打开。好，我也把这个讯息放在我们的那个 Google Meet 的里面哦，所以老师也可以从 Google Meet 里面直接开启。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喽。好，在这边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那今天的话，我非常感谢我们那个浩学哈，因为我请他赞 助大家。今天有来参加的老师呢，应该都会拿到就是他们 Pro 的账号哦，一年份的 Pro 账号。所以今天如果说大家觉得使用上 OneNote 可能有符合老师的需求，您就可以试着跟他们索取哈，那就可以有比较完整的功能可以使用。来，请问一下，老师们，这个 OneNote 的账号都注册好了吗？好，如果你已经注册好的，请按一，我就知道你已经 OK 喽。好，
OK，OK，okay, okay. 哎，那如果老师还没有注册的也没关系，因为他注册的动作很快哈。那甚至呢，您要用访客，其实也可以，啊，也是没问题的。好，来，那我们今天呢，再来看一下。那我现在呢，先进到简报第二页这边。哦，对，我今天还有一个小帮手，我顺便请他出来一下。今天呢，有一个 AI 小帮手，他会很认真帮我打字。哦，所以呢，如果老师您觉得哎，我讲话的部分没有听清楚，他应该大部分可以翻译的还蛮正确的。好，OK 哈，所以呢，我们看一下，在这边。那今天呢，我们除了刚刚的这个简报，这里，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内容部分呢，这里，我有之前就写过一篇介绍的文章，好，那我把连结放在这里，您也可以从图片这边直接点过去。那另外呢，我们有关于 OneNote 的一些教学影片跟文章，其实我之前在网络上也都有整理，所以您都可以从这个地方或下面这里哈，就可以直接打开。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会把重点的部分摆在影音教材上。好，所以我先把我们两个会跟今天研习比较有关的这个部分呢，跟大家稍微介绍在这边。那如果您回去的时候，有需要的话，您可以再到这边再找一下那个教学的资源。好，所以我们应该 AI 小帮手还不错。OK，那接着呢，如果呢，老师您有在研习的过程里面，有遇到一些想要问的问题，或者是您可能软体操作上的问题，您可以看一下简报第三页。好，那我在简报的下面备注这里，每一页我也都有留，这个连结，所以你也不用每次都切到第三页，您就可以从这边哈。那首先，当然，如果老师是属于提问文字的部分，您可以选不好择意用思哦，老师，你没 Google 有 Meet。画面哦，现在没有画面吗？看不到简报，不好意思哦。哦，你们现在看不到简报吗？老师的画面很正常，可能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画面，自己的问题。哦，好，OK，谢谢，谢谢。所以应该大家都有看到吧？哦，也可以看 YouTube 没关系。我看一下，好，谚语举手了，谚语 OK 吗？我看得到老师的画面，但是看不到简报的画面，哦，可好。以是。OK，所以我把这个部分我看一下哈，我分享一下。
OK，来，不好意思，这样大家都有看到画面了吗？有，好，感谢有新看到，评，好，谢谢，谢谢，不好意思。来，那您就可以一样进到我们简报的第三页哈，简报第三页这边。所以，如果说老师您在我们研习的过程里面，那有问题，您可以像这样在 Meet 的讯息，或者是直接开麦克风。我想，我们 正常上课，大家开麦克风没关系的哈。那如果是软体操作问题，那我也有准备这个 My Viewport，所以您可以透过下面这个 QR Code 也好。好，或是您直接点这个连接，都可以打开，那就可以把你的画面传送给我。好，OK，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大概使用 OneNote 的经验。我好像差不多。3年左右或3年多就会写一篇文章来介绍一下 OneNote。哦，那事实上 OneNote 从2012年就开始成立了，所以那时候呢，其实我就已经开始使用了。那我大概用了3年左右，其实我就觉得，真的很多的，就是我学校虽然也有所谓的数位学习平台，但是说真的，很多老师也好，同学也好，他们都会觉得，学校的老数师，位我学们习平现在台，看到的画面是你 OBS 的画面。我 OBS 的画面，OBS 和 Meet，对。所以你会看到两个，那简报你看得到吗？看不到简报，看我不到看得简到报。Meet，也看得到 YouTube 的 OBS，可是没有看得到简报。可是简报的画面，好，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的画面。好，我把我的Meet 的视讯我先关掉好了。好，各位呢，你就是看这样，老师 OK 吗？现在有看到简报内容了。好，太好了，不好意思。好，OK，可以的哈，好，太好了。好，那我刚刚提到就是其实。学校同学或老师啊，其实通常会觉得学校本身的数位学平台，可能使用上不是那么好用，所以我都会带同学到 OneNote 里面，哦，再来用这个它的一个平台哦。那么我现在其实，在 OneNote 里面，我的群组已经有大概超过300场了，所以其实觉得还蛮不错。那今年的话呢，其实我想老师基本上都体验过这样2个月的远距教学哦。事实上，我会感觉到，就是其实 OneNote 已经有超前部署很久。以前我们把这个称作翻转学习，但是现在呢，你把它转换到线上，停课不停学也好，或者线上的远距教学，其实都还是适用的。那我们今天这个研习主要的目的，就是跟大家介绍 OneNote，尤其在这个影音教材的部分。因为呢，这个部分是 OneNote 的优点，啊，也是目前其实在这段期间里面，
虽然大家也看到很多这个互动的一个工具，可是对于这种影音教材的互动或是整理上，一般来说这些工具通常都比较缺乏。好，所以我们把重点是放在这边。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简报的第五页，我不知道老师平常您都怎么样去准备或者收集您的影音教材。我们大部分最常看到的，应该可能老师会有一个，也许是 Word 档，或是 Google 文件也好，甚至是简报，那您就去整理这些所谓的影音教材。好，那您在整理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比较辛苦。为什么？因为你除了复制影片的标题，还要复制影片的网址、影片的说明，甚至抓一下影片的缩图。那很多时候呢，可能你要上课的时间的起讫点，不见得是完整的片段，可能是只是其中一部分。这个时候你还要自己记得，所以有点累。那么再来，有些老师也许会整理在我的最爱里面，但是到最后通常都是 Google 一下比较快。好，所以这两个。那另外呢，如果你是用下载的，现在影片很多，你要下载要整理也很麻烦，甚至你说我还要剪接一下，我想大家现在都没有这种那么多的时间去处理这一块。那这一块呢，就是 OneNote 的优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简报第六页这边，到底 OneNote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优点。好，尤其在整理影音的部分，首先就是各位呢，你不管有没有所谓的付费的账号，你只要用免费的账号，甚至是你只要用访客登录，你都可以进来，也都可以去收集你的影音教材。那待会呢，我会介绍一下 OneNote 它的三种不同的方案，您可以再做参考。原则上，老师，如果您是正式注册的话，您至少有20个，就是所谓私人的，私人的不公开的课程。那还有，如果你是公开的，那就是无限。好，那再来呢，很重要的一点 ，OneNote 其实你在新增影片教材的时候，你只要给他一个网址就好了。你只要给他一个网址，他其他的，包括影片的标题、说明、缩图，通通帮你抓到了。好，所以这个是他很棒的。那再来就是，如果你是属于影片清单，因为有的老师可能会用 YouTube 播放清单的方式来整理，那么你只要给他清单网址，他就一次帮你把里面所有的影片一次抓进来。好，那再来，它一个很好用的就是浏览器的扩充工具，这个真的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呢，我不用进 OneNote 里面，我平常可能在看影片的时候，在看网页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上课有关系，我就可以直接抓进来。好，有老师在问，对对对，说我怎么有小帮手可以帮我把字幕抓出来。其实我们 Google Meet 或者是那个 Cisco WebS 那个，他们也都有类似的功能，只是呢没有开放就是繁体中文。我现在用的这个是 MyViewBoard 的。好 ，MyMuble 在这段期间，我相信也蛮热门的哈，你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好，那么再来就是这个，也是目前其他的互动工具里面
比较少能够做到的，或者他可能把这个功能摆在收费的那个方案里面，因为在我们 OneNote 里面，你的影片你可以直接指定它的起点跟播放的终点时间以外呢，你还可以在里面加入题目问答，这个其实对老师来说非常的方便。对，这都是 OneNote 2012年就内建的功能哦，所以真的很好用。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哦。哦，所以呢，我稍微把 OneNote 尤其在影音教材这一块的优点，哦，已经跟大家介绍了。那它有没有小缺点？也不能说缺点，应该说限制。好，第一个，它的这个测验目前是没有留下来的。好，所以说呢，在刚刚提到这个测验的部分，它就只能看的时候呢，去怎么样，去做回答。好，这个部分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要比较完整的影片，他同学的观看统计资料的话，它是属于付费的版本。好，那有老师提到怎么样得到一年免费账号，这个我等一下会跟您讲，在简报的第几页有。好，所以呢，老师现在 OK 了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 OneNote 的几个方案。来，我们进到简报的第八页。好，老师您可以进到简报的第八页。在 OneNote 的平台上面，它其实有三个方案。那第一个也是非常方便的，叫做访客的账号。好，访客账号，也就是说，其实平常如果我是带儿童班，或者是像国中啊、高中职，我通常就会让他们用访客就好，因为这样他们不用管有没有这个信箱。好，那当然它的限制会比较多一点。不过呢，其实即使你用访客的账号，也可以有公开或私人的课程，甚至呢，你也可以用访客账号安装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浏览器的扩充工具。好，那么如果呢，老师您刚刚有先注册的，您注册的就是一般我们免费账号的标准版。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它可以有20个私人的，再加上10个群组。好，那它的群组呢，就是我们班级经营的概念，跟我们大家现在老师很常用的 Google Classroom 是一样的功能。好，所以这个部分您可以参考。那如果是付费的，大概就是像这边。那所以老师呢，如果您还没有就是注册 OneNote 的，您可以自己选择。好，我在简报的第九页这边有帮您保留了 OneNote 的连结，您可以打开。如果呢您想要用这个会员登录，那它就会出现这样的画面，您可以选择就是用社群的账号或者用信箱都可以。用信箱的话，他会寄一封认证信给您，用社群账号授权就比较单纯。所以来，那我们就请老师，如果你还没有的，你可以选择看是要用访客登录，好，或是用这个标准账号都可以。来，我就先进来一下。OK， 那您看用访客账号很单纯。好，您按下去呢，就会取得一个八位数的代码，然后呢，下次您用相同的访客代码就可以进去。OneNote 一样会帮您保留它的学习记录。好，好，你看我现在先取得一个。
OK， 这样您就进来了。好，那么我们在这边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在这里。那么您进来了之后呢，它会有三个，好，就是您在上面这边会看到它有三个。那发现的话，发现这里面呢，就是所谓的公开的教材，可能是教材的单一个档案，也有可能是课程，也有可能是别人公开的班级。好，那课程跟群组这两块，就是属于您自己所建立的，或者是您加入别人的。好，你可能是订阅别人的教材，也有可能是你加入别人的班级。好，所以这个地方这两个就是属于您自己建立或是订阅别人的，就变成您自己的学习的内容这样子。 OK， 好，来，那我问一下老师咯，请问有没有都有进入 OneNote 了？来，如果老师有的，您可以按个一，我就知道你已经 OK 咯。老师，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我用我的 Facebook 进去了，它就已经自动帮我注册了，这算什么吗？也是访客吗？哦，没有，这就是一般账号，也就是您刚刚选择的，就是用社群账号去做授权 OneNote。对，对，好，谢谢。好，老师很好，直接开麦克风比较快。好，您可以看到在这边有没有？这里好，预设进来，大家会在课程这里，所以您会看到像这个是我之前做的 OneNote 平台的教材，好，点下去，我有录影，那这些内容都看得到哦，有几个不见了，好像这样子，你就可以，这里有订阅有没有？好，那我回到这边。如果呢是群组一样，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班级的，只是他们是公开的，好，他们是公开的 ，OK。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来看看老师如果要在 OneNote 里面整理影音教材怎么做。您先进到课程这边来，好，先进入到课程。这里有一个建立，或者在右上角这里也有。首先，您可以先帮您的课程设定一个名字。OK， 建立。我现在用访客哦，也是可以哦。好，所以老师，您用自己的账号也 OK， 或者您想要测试看看。那我们就用访客也没关系。好，您进来之后会像这样。那么我们还要先了解一件事情。好，在这边有没有进来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在简报的第十一页这里，简报的第十一，好，第十一页。您进来建好的一个课程之后，您这边呢要稍微留意一下。它至少需要一个主题。好，那这个主题的概念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类似资料夹的概念。所以比如说您可能是第一课、第二课，好，您可以照这个方式去增加您想要的主题进来。所以至少一定要有一个。所以我们现在呢先回去来这边新增一个主题。OK， 存起来。那么有了这个主题之后，里面就可以再加上您的影音教材，或者是网页的教材，或其他的 OneNote 有的一些测验的那些教材类型。好，所以老师您在这边，您看我就按新增。那么您可以看到
在 OneNote 里面的类型有这么多。好，那我们今天的重点会着重在影片，如果有还有时间，我们就会再讲一下网页这一块。那么上面这个单元名称，您可以在现在打进去也可以，不打也没有关系。好，我就先存档。OK， 那我们现在呢，有到这边了吗？我来问一下，看看老师有没有都到这一个。好，老师，如果你也一样，已经进到我们影音的这个教材的部分，请你按二，我就知道你已经有了。好，看起来应该老师大部分都有跟上的哈。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找一个 YouTube 影片来测试看看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我先进到我的好了。好，我进到我的 YouTube 频道上，那我来抓一下。好，我就把这一段复制起来，我拿到这边，这里老师可以看到这里有影片网址。事实上 OneNote 支援的影片有两个，一个是 YouTube， 另外一个是 Mimeo， 可是国内用的比较少，好，所以我想我们就以 YouTube 为主。您贴上去，有没有发现已经帮您抓到它的标题？好，所以呢，如果你确定是它，就点一下，它就上去了。第二个，我们往下看一下。啊，这边题目还没单元，有没有发现连影片的说明有没有都一起抓进来了？在这里，那您抓进来之后呢，您还可以直接指定影片所要观看的起点跟终点。所以我调整一下。OK， 您看单元缩图有没有连缩图都帮你抓好了？那至于下面这边完成指标，您就可以先不动，没关系，我就直接存成草稿。老师这样有没有很方便？您只有给他一个网址，影片的资料就这样点点点，全部都 OK 了，真的蛮方便的。那么如果您是播放清单可以吗？当然可以。来，您来看一下，如果您的是播放清单，像我在这里面，我总共有八段影片，我就把这个网址复制起来。 YouTube 的播放的清单不见得是您自己整理的才可以，别人的也 OK。 所以我现在在这边继续按一个加号，可是我就不进新增单元，直接在 YouTube 播放清单这边按下去，网址贴进来，有没有直接抓到？你可以自己选择哪几段影片要放进来，我先不要放太多好了，我先加四个，按右上角这个加入，这样就完成了。所以其实我们目前在 OneNote 上面其实最多的就是影音的教材。来，老师到这边您可以先试看看好不好，感受一下到底你自己以前整理影片的方式跟用 OneNote 整理有没有差很多。好，所以呢，我们刚刚呢，就是把
这一段简报里面大概第13、14页这边已经有跟老师稍微介绍一下了，真的很快，对不对？即使呢您只是用单一个影片的，就只有网址而已。好，那老师，如果您已经加入好了，您现在呢还差一个步骤，差什么步骤？叫做发布。好，把它做一个发布的动作。那我们来看一下咯，真的很方便，对不对？好，那有没有老师看到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发布？因为呢，您在整理这些所谓的课程教材的时候，您可能还在整理阶段，必须按下发布，它才算是正式的更新。所以我现在按下去 ，OK。那您在这个过程里面可以选择，就是您要变成刚刚这个发布这边有没有？您可以选择是公开的还是非公开的。如果您觉得我要测试就好，你就选择非公开的。在锁头上，您可以看到右手边这个锁头会不一样，公开的会是蓝色的，非公开的是红色的。因为我现在已经是那个访客账号，所以这边就先公开没关系。好， OK， 那这个呢您可以试看看。如果呢你需要第二个主题，好，我们这边我就可以再加进去。那么调整顺序，你就从这里拉动做调整。教材的部分也可以透过这样，就是直接拖曳的方式就可以完成。好 ，OK， 好，那老师记得哦，这些的变动如果要生效，一定要按一下发布，这样子你在外面看的时候才 OK。好，那我们了解了您怎么建立之后，我们来看看怎么测试，对不对？因为您要去看一下到底像我刚刚第一段影片，它有没有依照我指定的这个时间范围播放。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好，您看右手边这里会有一个叫做课程首页。好，您现在在这边进来的等于是您是编辑的状态。如果你想要看你的课程，你就从右手边这里有一个课程首页，进入课程。好，开始学习。那么在 OneNote 里面，它都会先跳一个这个单元说明。那么我们刚刚抓到影片的那个说明，它就会放在这边。好，那您可以看到，那也有放过来影片放在中间，在我们右手边呢，还可以做笔记。好，右手边这一块，您还可以做笔记。目前我们主要是用文字型的笔记，等一下呢，我们会搭配浏览器的扩充工具，让您可以做图片式的笔记。好，那您看一下，来，我这边先播一下好了。那我们就发现说，因为你在台湾在地的，你要这样找这个中文化，直接这样找比较方便。好像简体版的那个翻译作者就没有问题了。好，您看有没有？这边呢，它一开始播放的就是从我刚刚的指定的时间范围。那么我刚忘记我停止在哪里哦。好，哎，来这边有老师提到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有他有遇到一个不给内砍的影片，对对对，这个老师的问题是这样子哈，
因为呢这一块就是我们没办法帮你解决的。来，老师的问题是这样，因为影片如果他是选择不能让别人砍入进去，那这个时候就是只能跳回 YouTube 看，好，这个是没办法哈。但是大部分如果我们教学的应该是还 OK 啦，应该还 OK， 比较少会特别去不给你砍入在里面的。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先暂停哈。那如果你在这边做笔记，在 OneNote 里面，这个做笔记可以是老师自己的，也可以是同学的。好，你看我把它按下确定，因为我是看影片，所以它还会帮我记录我做笔记的这个时间点是在哪里。因此呢，下次比如说我现在在这边，我从这里播，可是呢，我想要看一下我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笔记，您就直接按下这个时间，它就会跳回到这个时间点。所以这个也是 OneNote 的一个优点。OK， 好，所以呢，这个是先给老师稍微测试一下。当然，如果您只是要做播放使用，您不太需要右手边这样的功能的时候，你可以先把它隐藏起来，这样就 OK 了。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在 OneNote 里面您这个笔记可以搭配我们影片来使用。当然它这里还有一个小功能我也觉得不错，有些时候我们会恍神一下，你不用在那边拉动时间走，直接倒退十秒钟，再倒退，再倒退，我觉得这个功能也不错。 OK，好，给老师稍微做个参考，您先稍微测试看看哦。来，请问老师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您这样自己稍微测试一下，从怎么建立到观看它。那您看像这样子，不管是在教学现场或者是在远距教学上，您就不用刻意去特别记住我哪一段影片哪一个范围是要给同学看的。好，有老师提到在 OneNote 上建立的影片，学生进来才能看得到吗？您可以上课的时候自己登录自己的账号，就像我现在一样，自己建立的自己看，这是一种方法。当然，如果您要让同学进来，那同学就必须要先有 OneNote 的账号，不管是访客的，还是一般的账号都可以。好，然后还有老师提到变成课程之后等于就是自己的教学素材库吗？是的，所以你看我刚刚建了一个，我在这里就有一个自己的教材。那我给老师稍微看一下，这个是我平常在用的。那我的群组有稍微比较多一点，这个是当作班级的一个经营。那我的课程也有很多，所以这些都是我上课的教材。因为我平常在看网页的资料，在看影片的资料，我就可以直接加到我这些教材，那我想要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拿出来，等于这个就是我的一个个人使用的这个教材库。
好，那老师都了解了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哦。现在要让老师把你的浏览器扩充工具把它装起来了。好，那目前 OneNote 的浏览器扩充工具主要有两个，因为 Firefox 的部分目前那个部分已经不能用，所以我们主要两个，一个呢就是 Chrome 的，一个是 Safari。 但是老师要注意一下哦，您在无痕模式之下是没办法安装扩充工具，所以如果您刚刚是用无痕模式去打开 OneNote 网页，要麻烦你先回到正常的好一般使用者的模式。来，那我把刚刚那一个这个我就先关掉了，因为我现在在无痕模式不能装哈。那老师要装的话呢，您看在 OneNote 的下面网页的最下方，您就可以看到它的扩充工具在这里。您可以选择从这边，也可以从我刚刚网页那边都可以。网页这边我有帮您准备超连结，都可以直接点进去。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该怎么样来用咯。好，这边呢我开了一个另外一个账号，那我这个先把它移除一下。我现在是在一般的账号里面，那我就从下面这边把扩充工具把它安装起来。新增有了，那么建议老师您可以把这个扩充工具把它钉在我们的这个好外面，这样您使用上会比较方便。因为新版本的 Chrome 它会把扩充工具收起来，好，所以您可以加上这个钉子。好了，这样就 OK 咯。好，那到底增加了这个扩充工具之后，到底可以增加什么样的方便性跟功能，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一样，我就进入到 YouTube。 来，我们来看戴之颖，关心一下戴之颖。好，这里有了，对不对？那先看这个好了。当然前提老师要用它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里，我有好几个哈。你一定要先有课程，而且至少要有一个主题，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基本条件。点进来。风之谷 M 三周年。OK， 那如果呢，您觉得这段影片您有需要变成您的教材，您找到右上角这里，按下去，他就会问你，你是要加入目前的分页，还是要你所有打开的都一起加入？我们先一个一个来。好，我就按下。这时候呢，您可以看到，你可以自由选择你要加到哪一个课程里面。比如说，我先加到这个好了，尝试题。好，这个好了。然后呢，你看有没有里面有很多的主题？那我就来看看我要放在哪里。如果假设我放在这边，好。按下储存，那你可以做更多，直接储存完就直接发布，这样更方便，你就不用进 OneNote 再做一个发布的动作。我先把它存起来。好 ，OK 的，
现在回到这边进来，我们往下看，在这里有没有自动把我们抓好了？这样 OK。哎，有老师提到 AI 字幕小帮手，那个不是 OneNote 的功能，那个不是哦，那个是 My Viewport， 我用打的啦哈。那个是这个，好，是这个电子白板的功能。好，所以老师您可以看到，像我们刚刚这样，有没有很方便？连 OneNote 都不用打开。那如果你是播放清单，也都是一样，都直接这样使用就好。那么，如果是网页可以吗？也没问题哦，素文老师，好，你看，我就用自己的这今天写的文章，一样的，按下它，直接加入，我还是加到这个里面来好了，储存并发布，它加入完就会自动把分页关闭，回到这边。我们重新整理一下，在这里，因为它不是影音，是网页，所以就只有抓到标题的部分跟网址。这样老师觉得 OK 吗？哦，所以你不管是影片还是网页，您在浏览的过程，你就可以像这样很轻松的就可以加到你的教材里面了。不用刻意再进到 OneNote 里面做整理。好，那这个是我们加入网页跟影片教材透过扩充工具的方法。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扩充工具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如果你的笔记，你想要做的不是文字型的，而是图片型的，它可以帮你完成。我们一起来看看，假设我就针对这一个啊，一样进入课程首页。好，进入课程，开始学习。哎，哦，来这里，你用网页一般的影片，这都没问题。好，那我们在这边呢，一样的，这个声音我先关掉。好，如果呢，我觉得这里要帮他记录一下，怎么办呢？你看，刚刚我们用的是文字型，在这边直接去输入。现在的话，我就要用手写笔记咯，按一下。它会自动帮我们把你现在看到的影片或网页的画面抓下来，您就可以直接用它的笔或者这个文字工具直接在上面去做注解。所以像老师如果是教体育啦，或者是有些老师教一些实验的也可以，好，或教历史课程，您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注记。好了之后呢，您可以看到右下角这里有一个像飞机的图示，就是送出的。确定，您就有一个图文式的笔记就在这边了。一样的，它如果是影片的话，也会帮你记录你是在什么时间点抓到这个画面的。那这个文字型跟所谓的手写笔记，他们都没有数量上的限制，你就可以一直做下去。所以这个对老师来说，如果您有些时候可能是要像我们现在这个比赛，
哦，那你要记录一下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他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或者策略，也可以用这样去做整理，就很好找到影片里面的重点在哪里。 OK， 所以我们到这边呢，把 OneNote 扩充工具的部分跟大家这样介绍了，请问大家对于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真的很方便，对不对？我们从刚刚讲到现在都在介绍你怎么样用 OneNote 去收集您的教材跟整理。那么再来，如果大家没问题的话，我们进到简报第17页这边呢，就要让大家来试看看在影片里面的问答，也就是老师可以在影片里面出题。 OK， 来，我们来试一下咯。好，我们现在呢回到这边来，我们来编辑。好，编辑这一段，这一段比较短一点，没关系。好，按下编辑。这边刚刚大家都有看过的，那我们来看这边题目的部分，你把它打开。您看右手边这里可以做一个新增题目。好，比如说那个羽球比赛，对不对？对哪一个国家？好，那你可以选择在影片的第几分第几秒，有没有？你可以这边，或者你要比较精准，就直接从这边哦，十分秒直接指定，我把它放在30秒好了。那你的选项可以加进来，如果不加选项就等同是问答题。 OK， 好，所以呢在这里如果我先不做选择题好了，我就先储存，这样就一题了。如果你要增加第二题，从上号用选项，刚刚30我后退一点点到一分钟好了。这边这个应该今天大家知道吧，很热门的好，正解是哪一个？这里，对不对？你要先给他答案。那当然如果你是有两个以上的正确解答，你就自己再勾起来。所以他可以做单选也可以做复选。好，存档。所以我现在就两个题目咯。那一样的我们往下储存起来。记得改完了一定要做一个发布的动作哦。那这个因为我是一般正常账号，我就可以来这边选择公开或非公开。好，好了，那我们再来试看看我们的这一个课程首页，进入课程。好，在这里，那我先让它快转一下好了。我们来看看，时间快到了会出现什么样的。好，在这边，我们是在30几秒嘛，30秒，来，有没有现在跳出来了？所以老师您
完全不需要特别去记说我这一段影片在什么时间要问什么问题， OneNote 帮你记住就好。在这里它就是一个问答题。好不能略过那我们刚刚讲到 OneNote 这个部分呢、啊，除了它没有目前不会帮您记录它的答题情形，那还有一个是目前 OneNote 没有强制限制的，也就是如果呢他不想回答，只要点一下外面就会略过了。好，所以这个还蛮好玩的。好，来我们再看看准备到一分钟的咯，有没有？这次就有选项咯。所以如果你答对答错了，确定不行，答对了他会恭喜你答对了，那按继续定的时候完成点旁边，你就可以继续看下去。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用 OneNote 做影片出题的时候很方便的。那老师有没有个疑问？可以出多少题？没有限制啊，不过说真的，一个影片里面出太多题，同学就会跟你讲，老师让我专心看影片好吗？对不对？好，所以这个老师可以自己衡量一下。 OK，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介绍，老师应该可以发现真的 OneNote 在影音教材的部分真的很方便，不管您是做收集还是像这样做所谓的影片的出题，都非常的简单。好，那我刚刚有提到在简报18页这边你可能会遇到的测验没有办法保留，好，目前它功能没有这一块，还有就是题目外面按滑鼠左键它就可以跳过这个题目。好，那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我就不这个网页的部分我就先不介绍。好，那我现在呢先来问一下，看看老师呢您对于我们今天介绍的 OneNote 影音教材的部分有没有问题？老师会发现 OneNote 的操作不难，对不对？很容易上手。有没有？是老师。是，好，老师好。我是静文，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OneNote 其实是否老师去做自己的一个课程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教材的一个空间？它可以当老师的教材，也可以您使用它的群组功能，就变成是跟 Google Classroom 一样做班级经营。哦，所以学生也可以整班进来，就可以，可以，可以。我有把他们加在这个群组里面。是的，来，老师，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就是在这边，在群组这里，您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我这个每一个群组里面有多少同学。是。所以这个就跟 Google Classroom 是一样的。那因为上次我在听介绍的时候啊， OneNote 旁边有一个那个线上云端教室，就是 OneCampus 的那一个，那边呢好像可以做很多的学生跟学生互动，然后学生跟学生之间的分组讨论，所以这两个当中他们是有连结的吗？应该是这样讲， OneNote 的母公司就是好学，是，那他那一块 OneCampus 是跟他的学务系统做整合的，所以这样的好处是老师的学生不需要一个一个请他们注册，他会从学务系统那边直接转进去。对对对，那如果你们目前学校不是用他们的学务系统，这个时候就比
比较辛苦，要请同学一个一个加入。OK， 所以假设我们学校本身已经 有在我们的那个 iSchool 里面已经有内建了这个 One Campus 跟 One More 这个平台了，所以我也不用再另外加群组了。不需要，不需要，因为您内建就已经有账号在里面了。所以我就算我要上这课，那一班的学生，我要把你叫进来。直接汇进去就好了，就可以开班了。OK OK， 好好好。对对对对，谢谢，嘿，这样比较快。好，谢谢。嘿，好，所以这个是就是等于说，它学务系统就属于付费的。那我们使用 OneNote 的话，其实它最大好处，不管你是付费的，好，有没有他们的学务系统，其实都是可以用。好，即使在 OneCampus 里面。我们目前在这个 OneNote 里面，你自己建立的或别人建立的，比如说我自己建立的，只要有公开，或者是你有订阅，你就可以拿到，就是他们那个学务系统里面那个 OneNote 系统使用。好，那不知道还有没有哪位有问题？好，我刚有看到瑞美老师。9页怎么加云端硬碟档案？在哪里点进去那个云端硬碟的 mark？ 哎，不好意思，老师，我没有听清楚。就是第19页，你刚跳过那一个简报，就是他说除了加网页内容，也可以加云端硬碟的档案。是。那怎么？就是、怎么加吗？图示对。好好好，来，我来加一下。好，老师，您如果我就从这边，从这里。但是第一个前提是，老师您要设定您的账号，就是跟 Google 的账号有做连结。来，您看一下右上角这里，在这个地方右上角，那这个连结部分呢，就是在管理云端服务这一块。不管您是访客或者是一般账号 Pro 账号，都有这个功能。您把它点一下。先确认好您有没有跟 Google 云端硬碟做绑定。好，如果您没有绑定，您在这边要先设定一下，等于先授权它可以存取您的云端硬碟。OK 的，那现在呢，您看我从这个地方新增单元，这时候我就不选择影片，跟云端硬碟要做整合是放在网页这一块。好，您可以看到在右手边这个图，大家看起来应该就很熟悉了。按下去，它就会打开您的云端硬碟。哎，我这个没有开。好，来，我用我的这边的。好，我从这边哈改一下。好，标准它会出现这样。所以我今天如果要加上这个简报档案、图片档案，或者是压缩档、Google 文件、MP3， 或者是老师您的影片放在云端硬碟上都可以。那只要 Google 云端硬碟能够预览的，我们在 OneNote 里面也都可以直接看到。如果不能预览的，它就是会出现下载的画面。我先用那个这个好了，这个我们今天的简报点进来，有没有？老师现在就直接在下面就看到他的预览，这样就可以直接使用。一样的，进来之后这里抓到了，好，那我就可以按发布。所以其实老师，如果你的教材不只是影片，你也可以把您的资料
放在云端硬碟上，包括像老师们比较常用的微软 Office 的文件都没有问题，也都可以直接预览直接看。好，这样老师 OK 吗？感谢老师。好，来，请问还有没有老师有问题？好，最后最重要的就在我们21页咯。大家等候很久了，在这里，这里有一个 OneNote Pro 的代码的索取。好，您可以打开这个网页，填好资料， OneNote 这边呢就会帮您把这个启用的代码寄送到您的信箱里面去。那我们今天有帮大家准备一个留言的研习心得留言板，您可以打开。好，如果呢您的字数比较少的，可以用这种便利贴，你在上面自己挑，看你要哪一个来用。不够的可以从下面这里拿，再不够的可以从这里拿。那如果您的字比较多的，你可以用右手边这一种，好，它有不同的颜色，好，那你还可以用两张三张都没关系，好不好？因为我想可能很多人是用 Jumbo 嘛， Jumbo 也有类似的功能，但是我们在这个留言板也很不错，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大家都在哪啊，自己想要放哪里就自己放哦，好不好？好，哎，静文老师提到子宫检视不能动作，所以您希望刚刚的 Google 文件是可以编辑的吗？哦，不是，我是就是您现在说这个留言板这边可以动作，可以动作，可以可以。要怎么动作啊？哦，您就点到看你要用哪一张，点下去就可以写字了。嗯，因为有吗？没有，因为我的版面下面没有看到那些空白的便利贴。哎，你打开没有看到便利贴啊？对，所以我现在在想说，我是不是因为我仅供检视，所以我不能动作这样？哎，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留言板是没有没有那个，没关系，有点可惜。好，哎，那我们的那个科学点 TW 有提到一个问题，他说，我看一下哈。影片的观看时间，来这里。影片观看时间设为1分钟到2分钟，题目出在这个范围外。哦，那当然当然，因为你又不让人家看两分钟以后的。我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这个影片，如果说我现在放在1分钟到2分钟，可是因为影片还没有完，我可能要做下一次。下一次要给学生再看的东西，可是问题是学生他不小心先看到了。我给您看一下我刚刚的操作画面。好好好，来，我把他的画面稍微变大一点。OK， 好，这个就是我刚刚操作画面，现在已经超过这个时间了。对。然后超过这个时间以后呢，我即使我选对了，答对了。可是我按了确定以后，永远都跳不走，这个就、你要按外面，按外面，对。哦、OK。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OneNote， 目前它会有一个就是可以略过的机制，就在这边。是。只要你在对号方块外面点一下，不管有没有答对，都可以略过。是。嘿，好，好的，谢谢。好好 ，OK。来，这样大家针对。我们今天分享的部分还有没有问题？不要忘记哦，您要索取一下那个 Pro 账号哦。好，那我想，嗯，
不好意思，来，请说。账号啊，跟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使用的账号的差别是什么？好，如果您是用 Pro 的账号，我们刚刚有提到，您如果使用的是一般账号，它的不公开的课程是只有20个，是。然后呢，群组只有10个。所以，如果您是 Pro 账号，就通通没有这些限制。那我现在要知道我是 Pro 账号还是一般账号，我要怎么看？好，你要怎么看你是一般账号还是 Pro 账号？我们先看，如果像我这个是一般账号，是，从这里有没有？我点了一个我的名字下面。对对对对对，在这边出现一个 free 的想升级，是的，要点那个就可以了。对对对对对，按下去之后呢，您的升级代码就从这边打进去就 OK 了。哦，了解了解，好。对，好，谢谢。好，来，这样还有没有老师对这个部分有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谢谢大家的参与咯，谢谢。老师，升级代码是怎么索取？哦，来，在我们简报最后一页，简报的最后一页有一个 OneNote Pro 升级代码索取的表单，要麻烦老师稍微填写一下，它会有一年的。好，那刚刚有老师提到一年之后，对，时间到了它会降回一般的账号。所以老师可以参考一下，我想我们最主要今天的目的就是跟老师介绍，不管你有没有付费的方案，其实老师在整理这种影音教材的部分，使用 OneNote 真的很方便。老师，它降为原来的，那请问那20个要怎么去挑？还是它就自动帮你挑？还是可以？应该会留着啦，那个应该不会把你删掉。原本超过20个的，它都还留着。对，只是你超过之后，你就不能再新增。就是我原本一年内多的就是多的了。对对对对，再加就对了。应该是用越多，用越多拿到越多，所以就是这一年要拼命用。对，其实重点，其实老师，我觉得不管有没有，就是用 Pro 账号，其实20个真的可以整理很多。好，谢谢老师。真的真的。好，杨老师在问，还没有看到代码。对这个部分呢，您送出之后，会有就是 OneNote 的那个管理人员，再统一整理好，用 email 再寄给您。OK 哈，好，那所以很高兴今天大家跟大家分享，谢谢。我们八月份还会有一场，那如果后续老师还有一些问题，你也可以参考刚刚简报里面应该是第2页这边啊，有很多我们 OneNote 的一些我自己的整理的教学的文章、教学影片，可以供您做参考。谢谢淑文老师。不会，谢谢，不会，好，拜拜拜拜。再继续讲关于其他的部分。对，陈老师问到八月份的内容会是一样的，对，我会先以影音的部分为主，那等可能后续我们再看看是不是要做其他的 OneNote 的，比如说班级的经营啊那一块，再把它带进来。我目前比较需要的是让知道怎么样让学生来使用前面的那个云端教室的相关操作。因为上次有很简单的介绍说明，但是我们可能还不是没有实际用，也许还没那么清楚。就是前面要先能够让学生进来教室，然后怎么去把那个云端教室经营好，后面自己在做课程这个部分啊，才知道他可以怎么跟课程连接在一起。
了解了解。所以如果老师您可以的话，前面的那个班整个云端教室的一个布置场布，然后让学生进来，怎么操作课程那部分，可能比较急一点。谢谢老师。好，我们八月六号是 OneNote 自己的研习，那我们可以在那一天再看看有没有机会，就是提到那一场就没有公开。好，好 hey, 谢谢老师。八月六号那一场您会参加吗？会啊，如果有清楚的题目，我就那我要怎么参加报名的、那个要怎么？还是老师您方便留个 email。我请 OneNote 那边再找人跟您那个联系一下。所以我跟那个新安吗？跟新安联络吗？也可以，也可以。那蓉蓉老师也在问怎么参加。因为 OneNote 八月六号那一场，它不是公开的，所以可能要看老师学校有没有用他们的就是学务平台。如果有的，他们会通知。哦，对对对，好好好，没关系。如果老师您已经学校已经是OneNote 学务平台的用户，您先留下您的 mail。好好，谢谢。好好 ，OK OK。好，感谢大家，谢谢。您就先把您的 email 先留下来。好，请问素文老师是你要讲 OBS 哦？不是，我说你那个怎么说？你刚刚那个留言板那个东西啊，哈，对 ，SCR 那一个嘛，哈，对对对，那个是另外一个网站嘛，应该是 SCR， 对对，它就很单纯，就是留言板而已。好好，那我再去试试看。对，那个还蛮好用的，只是它没有权限哦，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编辑哦。啊，它也是共编的概念嘛，就是对对对对对，就是适合不会来乱的。我不懂，像 Jamboard 它是这个不用像要对方的邀请他，比如完全不用，完全不用，它是只要知道那个什么就是网址就好了。哦，好，那也蛮方便的。好，对，就是适合就是像我们这样比较。大家都是很成熟，知道要做什么的。好好好，那我试试看，因为我觉得效果蛮不错的啦。好，谢谢老师。好 ，OK OK。谭老师，不好意思，可以问一下，您那个，因为你现在用的是 OBS， 对，您的电脑是哪一个等级的？就是 CPU 啊这些的。哦，我的是已经到 i7 16G。OK， 因为我现在等于。Google Meet 再加上直播 OBS， 那是用两台电脑吗？还是一台我一台双萤幕，一台双萤幕。对对对对对。好，了解。嘿、hey ，